日本推特网友呢日前分享一只白色猫头鹰在草皮上奔跑的照片。好，这个画面上呢看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猫头鹰的翅膀呢好像变成一个手刀的状况，奋力挥动，而且呢它跨着非常大的步伐往前冲，再加上呢表情很认真，好像又有点紧张，看起来好像什么快要迟到的上班族要急着去打卡一样。好，所以呢这个猎奇的画面现在也变成了新的动物迷因图。另外来看到